监控一下。自動播放。で果てるわけにはいかぬ、よう申された。されば伊賀越えにて三河主将是家康，只能选半藏，不然会漏任务。特殊任务有两个，掉啊，不然的话，把线拔掉看看会不会好一点。我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因为它整个画面都会有情报啊，会有地图什么的。需要整装吗 ？A、B。哇靠！这个道具是啊，这个道具简直了。环子二，青眼头巾，这样差不多。92青年头巾，刀一，刀二，刀三，这样好了，没什么特别好装的。能不能拿个全任务？我主要用半藏好了。血战信就会死在这里不是吗？凤凰流星好像是丢炸药的样子。神速，血山信君活不了。この先の肘山城は守りが手薄のようです。そこを通れば伊賀を抜ける近道となりますぞ。伊賀者の罠かもしれません。比智山这边，そこを抜ければ近道にはなりましょう。ならたとえ罠でも進むのみだ。開門。この伊賀を越えようなど少し覚悟せい。なんだってんだ、邪魔する奴らは残らず倒せ。来たら覚悟しろ。什么感觉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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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が待ち伏せていたか。
ここで引く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ひるむな。敵を倒して進むのだ。俺たちの前に現れたのが運の尽きだ。じゃあな。やめろ。うわー、討ち死に。そいつは雨山殿がやられたか。開門。受けたまった。家康ってやつの首を取れば褒美がもらえんだ。あいつじゃねえか。行くぞ。私が狙われているようだが、ここは押し通るしか手がないな。あの砦で何やら匂う。好，这样子就触发这个任务了。这是一个 bonus， 还有另外一个 bonus 就是那个西寨。重点还是把 bonus 赶快触发一下，之后要打随便，只要有触发到就能打，没触发到打了也不会有。ここからなら伊賀を助けよう。おお、味方が新たな拠点を押さえたようだ。いなす。ユリ。不是这边吗？あの砦を目指すぞ。やはり敵が潜んでおったか。バカを狙う敵は残らず潰しておかねば。確実任務。コミーさん。この程度では終わるまい。若を狙う輩に目を光らせておかねば。ハンゾーラに守られてばかりでは情けない。私もさらに奮起しなくては。哇靠，这是怎样？很多没打的摸鱼了。看你哪能？很多在摸鱼是否？新爆新爆新爆 ，Model Hayaku， 快还要更快，快还要更快！新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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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Burst Stream， 超级新爆，超新爆的，超级新爆，玩家康就是新爆，太新爆了吧！少しは進みやすくなるか。後門開了。太新爆了吧！我先切一下半藏。好酷哦，天哪！要恨就恨吧，酷毙了，天哪，超酷的！忍者跑步速度真的很快，救命！超快 ，Go！
47足りない。再来断。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神社的出兵量不够多。まだまだ押してまい。押してまい。先へ進めれば。我觉得要有一个人到左边去才行，因为等一下那边会出兵，然后出我方的守将，出敌将，出我方守将，然后还会有一个 bonus。想做全任务的话，Takechiyo 现在是怎样 ？Takechiyo 在干嘛 ？Takechiyo 现在在干嘛呀？他没有任务做，所以他停在那个地方不动。我笑死了。不是吧 ，Takechiyo， 你应该要去这个地方，这样才可以引发后续的任务啊！我是先去踩点的。我是因为知道战场的西边会出敌将，所以我才来踩点的。你还是该进军的地方进军啊，他可以去哦。押してまい。来たな徳川。ここは通さぬ。好。不是啊，不是说出敌将。邪魔立てするか。倒して進むぞ。神速神速神速。かたしけのを存じませる。大概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出敌将。哦，也是正常嘛，毕竟这个寨是敌军的寨啊，所以出敌将好像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并不会因为这个据点被我方镇压，然后就不会出敌将，还是会出。我记得是在这边呢。好，这样这个寨清干净了吧？在这边待命，设定方针待命，我来新爆两下，爆新爆，快还要更快，呜呜，摩托速く。打巴斯托斯利姆，摩托哈亚库，爽爽爽，爽爽爽，太爽了，超星爆，呜、刚敌将想放招，太爽太星爆了，卡尼纳努，白帝，白帝。大酒堡中领，这个也是门被关起来的地方啊。大酒堡刚死在这。欧逆赏。太星爆了吧，真的很星爆，太星爆了吧，真的很星爆。哦，他的神速真的超星爆，星爆到一个很爽的境界。神挡杀神，佛祖杀佛。敌将纳命来。蹂躏。今天见次郎将，他那个声音是蹂躏。嘻嘻嘻嘻嘻嘻嘻。これどうだ？敌将嘞？好。有钱呢。
城を抑えたいな。俺一人では厳しいか。味方が苦戦しているようだ。助けなくて。我来新爆一下。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逃げ回っているらしいぜ。人儲けできそうです。怪有一个土匪的任务没出，有一个土匪的任务没出。時はかけられない。急ぎ倒すのだ。可是问题是履历。土匪不是一定会触发的吗？我去看一下攻略。打都有触发，这场打怎么就没触发？九井中次，所以具体是要等九井中次。我看一下所有武将，九井中次我看还没有出来，那没关系，可以先打。この地、俺に制圧した。液晶、ボフったり。おふたり見せた。もうよかろう。見事。さらに精進せよ。周辺の敵は倒したが、先へ進むぞ。助かりました。家様、少しですが、我らの食料をお受け取りください。お、すまない。すまない。对不起。练技满了。需要继续守在这附近，等九井中次。设定方针待命，在这边待命就好了。等九井中次出来。あいつの鎧、上物じゃねえか？ありゃ高く売れるぜ。剥ぎ取っちまえ！
在中央寨设定收集，这样才可以再触发一个 bonus。我快要被电脑抢头了，我快要被电脑抢头了，不可以啊！これで援軍を呼び込めるぞ。お待たせいたした。これより我らも加勢いたす。開門。九井中次在这个寨，接班长，设定方针，神不小男居然还没打死，设定。灭杀。貴様らのしぶとさは褒めてやるが、生きて伊賀を抜けられるという。忍者的无双极意都好酷哦！酷！やつを打ち取る。よし、これでもう大丈夫だろう。助け立ち痛みいる。我らもさらに振れようぞ。女忍者。あいつら全く諦めねえな。哇靠，这区怎样？也太多了吧，这个兵，这个出兵量。走错路，为什么我方已经有，是应该是本来就在那边的手将？よう半蔵、懐かしき故郷にてめえの墓でも掘りに来た。我看一下敌方城户在那边。今日こそ地獄に落としてやるわ。次の世に繋ぐため、私はお前に勝つ。俺に勝つだ。お前は何もなせずに伊賀に屍を晒すんだよ。見つかったか。やむを得ん。奇襲はやめろ。迎え撃て。ボーナス。抜けてみよう。どこを見ている敵将。おふったり。おふったり。かなう相手ではなかった。奇怪，怎么没有饭可以吃？なんと素晴らしき戦果。这不是一个寨吗？为什么没有饭可以吃？这个是白帝山太傅。哎呦，太傅队长，吓死了，吓死了。敵の企てを阻止できた。没有饭吃，难道要吃自己的丸子？我要吃饭团，没有饭团吃。
不行，这样子会跑太远，而且兵越生越多，不太好。那应该全任务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多个哦，这样。这一关本来任务这么多的吗？我逆上来陪你玩啦。ともに参ろう。哇，三 D 晕。これぞイガリュウ。再来。ともに参ろう。白帝还有一条命，西马斯。我不觉得这个程度可以打困难，但是打普通就是感觉过于简单，不足以打困难，但是打普通又过于简单，就是这样，没有压迫感，然后打地狱又觉得太累，钱，就是打 boss 了还拿人家地干嘛？这塔利奈，是只有奈。他被 NPC 抢头了。まだだ。武士の世をぶっ壊すまで死んでたまるかってんだよ。这一次应该有打出全任务，因为有用半杖。他功勋应该也是给半杖。拦腰斩断。さよなら三太夫。啊，可爱，三太夫真的很可爱。終わったか。何が終わったって。確かに三河まではまだ遠かったな。違うだろう。不得不说，这一部里面的家康真的长太美了，那个魅惑的眼神，天，他可以去哦。魅惑眼神。当主様ならそれくらいの志を持てってことだ。本多忠胜年轻的时候也蛮可爱的，而且这套衣服看到侧胸跟腋下也超可爱，跟那个石田三成一样。そなたたちの支えがあれば、あるいは。三河に着くまでに腹をくくっとけよ。ともあれ、先を急ぎましょう。ああ、まずは無事に帰ってからだ。这次一定有打到全任务，只是功勋会很少。为了配合半藏的实。其实我觉得功勋也不算少，反正实，没有，这功勋很少，超少的，地狱难度20000了。不过这个给的武器也太好了吧，靠，八格，这给的武器也太好了吧，八格。这样子，我这一场拿到全任务了。之前因为他进入，然后我就完全不想拿全任务。话说回来，本能是，我也没有拿全任务，哈。今日はいかがなさいますか？本能是我也没有拿到全任务，唉，让我想想。本能寺我也没有拿到全任务，本能寺也是因为禁播的关系，所以我没有拿到全任务。
觉得刚刚的功勋先加给半藏好了，因为有的角色你如果永远都不练的话，那他永远都只能够打很低的关卡，拿到的功勋永远就会都那么少，所以有一些角色该养还是要养一养。加康后面一定还有戏份，而且第三篇 IF 梦幻篇就要拿一员工了。护城功勋不多啊，哈哈哈托里。我觉得可以争取拿个全任务，但是啊，我知道了，信长的本能是拿不到全任务，是因为第六天魔王的尊严那个任务，现场的本能是现场跳到最左边的伙伴去打，牛逼！本能寺如果要拿全任务的话，就必须要玩简单吧，因为第六天魔王之奥的那个任务需求是全程信长的血量不可低于一半。我刚刚去查了攻略，没有功勋。他这个忍者刀也还逼，可以带。带这样，またいつでもどうぞ。他说全程的血量都不低于一半哎，全程的血量，那这样子的话，我看一下，因为目前我没有全任务的只有，最主要还是本能寺。三期，对，因为这些都是禁播的，然后因为禁播的关系，我觉得可手机可能会没电，我觉得要插电，我觉得要插个电，不然会怕，我惊，这有没有插到电啊？插个电。快倒了，支架快倒了。其实我有好几个，像现场片的本能四之变，我就只差一个任务，就是第六天魔王之奥。他是第六天魔王吗？好像是。普通也可以吧，普通应该可以，然后无双炎武，看能不能拿个全任务。武田家が滅んだことで、織田家の版図は大幅に拡大。信長による天下一新は。
は京へと帰還。毛利攻略に苦戦している秀吉を助け